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目前世界上最高的建筑是位于迪拜的哈利法塔，比世界第二的上海中心大厦都要高出近200米，因此许多设计师在设计高楼蓝图的时候总会带上它。最流行的说法就是未来某某建筑将比哈利法塔高出多少多少，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些方案也只是停留在设想阶段。但既然有想法的人这么多，总有人有机会付诸行动的。比如说近期沙特就已经在筹备一栋名为王国塔的超级大楼，预计耗资将达到300亿美元，在沙特第二大城市吉达建成这栋世界级大楼。不过这座城市虽然历史文化悠久，但一直以来知名度都不高，毕竟说到中东比较出名的地方，除了伊斯兰教的圣地以外，再有就是迪拜了。但是看到迪拜在旅游业的带动下经济发展越来越好，沙特自然也不甘示弱，于是召集了世界各地的著名设计师来为吉达设计这一栋未来的地标型建筑。王国塔原本的预计高度在1600米左右，也就是哈利法塔的2倍，但受到各种条件限制，涂涂改改的方案一直没敲定下来。不过设计师表示最低也不能低于1000米，并说明这栋大楼最后的楼层数敲定在275层，要是普通电梯的话，从一楼坐到楼顶都起码要花上10分钟。而且设计师表示，这项计划中还包括了一系列的旅游配套设施，在不久的将来，这里或将改造成中东最大的商业中心。好了，今天内容就到这里了，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转发、评论、点赞哦。